绿香蕉，挺胸要放到鲜艳的旗帜扬起，真的降临时你我换了一步。Me ei soovi, me vajame võitu, meil on üks matš veel ja siin punases nurgas hakkab kohe võistlema Mirko Maisaar! Tänase matši, tänane viimane matš ja round number 1. 好，董文飞对阵米科克莫伊塞尔。刚刚我们也有介绍哈，他和精英的对手这个是搏击兄弟，这位是哥哥。哥哥，他也很厉害，个矮，然后他跟牛一样，都是往前顶的，就是人肉沙包。然后他已经战绩有110战，86胜15KO 了，对。然后他的绝活就是踢裆，有一次把这个大麦克拳馆的徒弟啊踢到大麦克都翻脸了，那踢裆踢太夸张了。那所以待会儿这个董文飞要注意一下。那话说董文飞复出之后其实状况非常好，对，就 KO 连连了，像他先拿下了这个希腊的运动员，然后拿到金腰带，然后再来就 KO 的俄国选手鲁斯莱拉，泰国战也 KO 泰国选手啊，那也把波球的徒弟也一回合3次击倒的 TKO 赶回家了，对，状态非常好。是，那看今天的表现如何。对，不过我有一个感觉哈，我但凡看到董文飞这个腰腹部有这个小赘肉哈，我就就有点替他担心了。是，可见平时训练没有那么刻苦。对，他都在他的一个这个故乡那边的学校那边啊教他们的学弟，但是呢，可能有时候教太多，自己训练时间都变少了。是的。今天看起来爆发力是可以的啊，爆发力是可以的。那我们这一个。哥哥米克科他跟弟弟是分开的，那目前呢之前这个米克科跟这个泰国的勒德斯拉一块训练过，那目前他的一家俱乐部是比较旧的俱乐部，里面汗都很臭，他说自己是很怕那种汗臭味的，但是呢在里面的唯一的好处是可以让自己很清醒，不会想睡着。被那汗臭味熏的，对对，熏的就要清醒了。他和弟弟每个人有一个拳馆，对对对，不同训练的地方。然后这个哥哥平常也踢足球，球踢得不错，很多泰国的运动员也都踢足球，而且这个波球啊也很喜欢踢的。然后现在场上看到这个董文飞地砍踢，踢得糟糕，很致命啊，每一下都踢到这个骨头里面去。不过这个哥哥当沙包当习惯了，不知道董文飞今天一直踢他，哥哥有没有感觉？哦，哇！所以这个哥哥的腿也是非常凶的。是，你听那声音就感觉到那个力量了，足够大了。来，小心！哎呀！对。第一回合董文飞表现的还是不错的。
Second round。好，第二回合开始。好，现在我们董文飞要开始做一些小摇闪，加他的一个神行步伐啊，左右一个侧移，非常快的速度可以侧移。哎，接腿，但对方抗摔。要注意一下，两个人的把位抢的是非常活的，这动作很多。对，都是有经验的运动员。其实有时候在你出乎意料之外啊，都会再多出几招出来，像刚刚红方的一个地砍踢，哦又踢一下，哎呀，对，董文飞今天也是的防守反击组织的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坚决。你看平常有时候一拳一腿的结束了，但是他们就是一来一往都拼命的继续进攻，这就是高手哈。是啊，也高手就是一个进攻的一个欲望要非常的强烈，而且体力要能够充沛，能够搭得上。对，那董文飞近身会小低头的动作也要注意。这个目前董文飞低头，这个对方啊，如果是压你的这个后脑的话，那就完蛋了，因为后脑一压就准备吸上头了，所以不要给对手有这样的机会。而两个人其实都有低头，要低非常多。对，两个人互相对垒腿。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谁会做出吸上头或者上勾拳的动作。因为都有机会能做，对，都也有。给对手这个可能性。是啊，我们刚刚红方有做一个上勾拳，但是打得不是非常的准。这种短兵相接头都往前顶的情况下特别注意，不要伤了自己，因为有时候就是把自己的眉弓给顶开了，就没骂比赛了，要特别注意的。好，听到瞬间三十秒，这个时间很大声。董文飞，赶快把最后的体力拿出来。对。那看起来董文飞是有点累了，有点累了。好，虽然时间不多，顶开，但是呢，这个还没攻击，对方又压过来了。稳定下来，是要稳定。Last round。今天董文飞的表现是可以的，可是对方其实也非常的顽强。对，这次到爱沙尼亚，董文飞，从他的表现来看，我觉得他也挺重视这场比赛，因为他是这个运动员当中去训练场馆最多的。我们在那儿几天，他去的比别人都多。他通常都是不太讲话，都自己默默的去。对。有时候我在那个运动场馆看到他，就是他不讲话，我也不好意思讲话，他就跑他的步，慢慢想他自己的事情。对。对，他还真有那个能力，就是他不说话也能让你不说话。对 对，我也有这种感觉，就是你想去跟他交流，可是他的状态和表情让你觉得不好意思去打扰他的感觉。他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。对对。因为所以说，其实他算不算一个文静的人，其实我也还没搞清楚。我也不太了解。还没跟他熟到那个程度。对，因为那么多年，从最早的克劳斯的那个比赛到现在，已经很多年过去了，还真的。走入不到他的内心当中。对，感觉他话就比较少那种。对对。
好，今天到目前为止啊，这个战况还是非常的焦灼啊，双方在拉锯当中。其实打法是非常的类似，两人打法非常类似，拳法好呢，地砍踢很重。我相信现在董文飞的这个大腿也非常痛了，因为对方的一个攻击力真的是不错的。哦，踢裆！哇，还好这整个比赛第一次出现。是，刚刚我讲那个大麦克踢土土地，一场比赛被他踢五次。所以今天董文飞算幸运的，只被踢到一次。对。哦，对方确实打得非常的黏。好，董文飞把对手推开，那对手呢又一脚把你顶出去了。哎，不错不错。其实刚刚董文飞那一拳啊，好像打到丹田上面了，有点打到裆部的感觉。哦，董文飞这个打两肋的动作，可能要再跟这个小胖他们学习一下，这个力道还不太够。对。但是呢，这也没办法，董文飞打到现在，其实自己也蛮累的。是。因为这个对方太顽强了，跟只牛一样。哇。满三回合，很累了。这个人肉沙包真的名不虚传。我们就要看这个裁判的打分了。这个肌肉，你看这个红色的，这跟只蛮牛一样，非常的结实。对。米科科，我相信他们兄弟在孤儿院也吃了蛮多苦的。所以让他们的身体啊，跟他们的意志力啊，都是非常的顽强。对。Ning matši võitja punktidega 3-0。Ja see tähendab seda, et Eesti versus Hiina võitjaks on tulnud Eesti koodis! 这场比赛虽然自己已经拼尽了全力，但是还不够理想，因为自己的比赛成果和平时的训练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说这一次只能怪自己前期的备战没有很认真，没有所谓的弱者，只有不够的努力。我背后的这个建筑。